骂男友爱琴海密友 ，Janis Man 翻港劲鬼鼠 ，Janis Man 最近努力转型开始多戏拍，不过无论几忙都要拍拖。上个月中 ，Janis Man 文明山喺微博公开喺爱琴海嘅靓靓相，去呢个美丽小岛应该系同 I Band 高层吴启南靠去啦啩。不过 Janis Man 只系放单人相。原来又是保护恋情，但是 Janis Man 由爱琴海回香港，据知道他和男朋友靠同一班飞机，但落机后 Janis Man 已经急急脚地行出闸先了。其实早在上个月初，已经有市民在台湾野生捕获 Janis Man 和靠的爱的行踪，加上现在娱乐圈都兴公开 Janis Man 为什么不公开和靠的恋情呢？一来可以宣示主权，二来又可以当狂风浪蝶，一举两得。FacePop 一开即寒，快啲下载猛片如云，寒料最多。